我是观光列车的那117年6月14号台北捷运板南线忠孝敦化站哦，1:54所排的是往顶埔。往顶埔的高念香港，我记得说有13/2型/147/148编组哦，在忠孝敦化站这里。如果选那个马掌门，多多点我们的一句帮我们，刚才支持的肩膀外。